鲈鱼千万别总是清蒸了，像我这样做一道小炒鲈鱼，全家都夸你是大厨。鲈鱼去掉头尾，鱼肉剁成小块，放入清水中加点盐，抓洗干净挤干水分，接着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，一点淀粉，抓匀腌制十分钟，油温六层热，先下去鱼头和鱼尾炸15秒，接着再下入鱼肉炸10秒，捞出备孕。起锅先爆香花椒，再倒姜蒜、泡椒和豆瓣酱，给它炒香，炒出红油，倒入鱼块翻炒入味。再倒入小葱和杭椒，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转入盘中，鲜香滑嫩，你学会了没有？